研究发现，人脑在处理图像的速度比处理文字的速度还要快6万倍。现在就有一个现成的733右脑图像学习法，能让你在轻松快乐的气氛下学习，是一个 CP 值超高的学习方法。以上影片由 Coco 龙右脑图像学英文提供。